当你专注沉浸在刺绣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时间就像被偷走一样。Hello， 我是飞，是一名刺绣艺术家，数年来举办了多场刺绣插画工作坊，在日本与台湾两地举办了数十次的展览，希望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刺绣插画这项艺术。本次的课程，我希望邀请你一起进入我设计的刺绣都市丛林。这堂课程中，你将学到如何从众多的工具与材料中，从视觉、质地上选择最适合作为刺绣插画的材料。除此之外，还会教你三种基本针法与八种变化技法。透过这些技法，你可以自由创作出不同的花、叶、藤蔓等植物，建造属于自己的刺绣都市丛林。我希望这堂课程可以打开你对刺绣的想象，透过针与线的交错，创作出具有微妙立体感的刺绣插画。加入响艺线上课程，一起体验刺绣好玩之处。